手足口病的常见症状为手足皮肤口咽部有疱疹，疱疹内液体较少，不痛不痒，皮疹周围有炎性红晕，重者展现为精神差、嗜睡、易惊、发热、头痛、呕吐、烦躁、肢体抖动、肌无力、颈项强直等症，春秋季节多见，免疫力低下者易患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手足口病的小偏方：大青叶十克、金银花十克、野菊花十克、黄连十克、丹皮十克、大黄十克、人中白五克、甘草十克、黄芩十克、白糖十五克。以上药材煮水，外用擦洗或泡洗患处，长期使用可起到治疗作用。更多的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玄小针略。